好，在这个单元呢，我们要讲的是随机生成一组两人的演员柜员啊，演练的柜员啊。那我们来看结果啊，就是说像这样子啊，我假设说我今天有姓名，有员工15个人，然后呢，我要产生像这样子啊，一组演练的柜员，演练人员呢，随意的啊，随机的两个人啊，随机的两个人，那这要怎么做呢？啊，要怎么做？首先我们到范围这边来做哈，第一个我要先用乱数啊，等号 RAND 啊，让它怎样产生0到1之间的一个乱数啊。那因为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原因，是因为它这个不会重复，不会有重复的哈，不会有重复的啊。好了以后，我们到右边这个格子里面呢，我要抓人员啊，抓人员。首先就要做我们的条件，假如我今天是要第一名配第15名，一配15。2配14这种的、哦、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这边就很简单，1配15先做一件事情，等号 large， 先去找到这个 C2 到 C16 储存格里面的第一大的值是哪一个。他跟你讲说是 0.97421359， 有没有、哦、特别注意到。那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干嘛固定住，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个里面的值有没有。做好以后呢，要先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常用里面的复制，然后贴上值、哦、然后把它固定住以后，我们这个才不会变、哦、不然每次一开或者一动，它就变另外一个人了、啊、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固定住、啊、第一个 large、哦、C2 到 C16 里面第一名的人、哦、它的值是 0.98681625、哦、然后好了，我们再用什么 match 去找哦、去找什么呢？去找这个值位在 C2 到 C16 的第几格、哦、我用逗点0来做哈，第几格？第四个，0.986811。好，第四个。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再做什么？要出来，他的名字叫做谁？泰兰。所以我们在干嘛？用 index、哦、index 干嘛？阵列里面的啊，我们这个阵列里面什么 ？C2 到 C16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第四格是哪一个人啊？哪一个人啊？又括号 Enter， 它就会出现什么？泰南啊，泰南，泰南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干嘛？这边做一个动作哈、啊，因为我们将来要把它做所谓的对照，所以我们 And with 哪一个人 And 哦、啊，右边呢是第15名啊。第一名跟第15名，所以我这边把公式干嘛 copy 下来、哦、只要改什么来改这里 large 这边改一改成15、哦、抓第15名有没有，然后好 enter， 他就会跟你讲哦，泰南对上李飞，李飞是谁？我们可以看一下李飞这里他的值只有 0.016845， 就最小的、哦、最小的那一个人、哦、所以变成泰南with 李飞有没有、哦、那这就看你哈。假如说你今天说来、哎、老我不要这样子，我要什么2对14，那就2改成2改成什么14、哦、两个名词把它改掉 enter， 他就会跟你讲王柱对云寒烟、哦、所以这边你就看到的答案有没有、哦、王柱第二名 0.87 多有没有39，然后去对什么云寒烟有没有？云寒烟在这里 0.162524 有没有、哦、这个就看得出来答案、哦、就这样对应上，看你是要用名次多少的来去干嘛抓演练人员、哦、演练人员。